Hello，大家好，有看到画面吗？嗨嗨嗨，嗨，今天要抽黑金。今天穿特别的衣服来抽卡，然后我分流了，谢谢大家。我刚才原本有先登游戏，可是我发现我的那个模拟器没有声音，所以我又重登了。重登之后就变这样了。哎、欸，嗨嗨嗨，很潮，这是 OK。第一次穿这种衣服哦，嗨，大家好。然后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如果说有想要抽卡的朋友，就一起跟着我抽吧。因为听说，如果说我在开直播的时候跟我一起抽的话，运气会加成。所以大家如果一起抽的话，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大家都中到大奖，嘿嘿，好不好？大家有想要抽的，就看这一波啦，一起冲冲一个。我把三张放这好了。抽三藏跟铁扇，还在分流啊！天哪，等他一下吧。嗨，那我们先来那个跟他聊个天吧。真的太红了，把那个喜气也分给大家好吗？因为我刚才其实有重登啊，刚才有讲过，就是现在如果你现在跟我一样这个时间点登录游戏的话，可能都会卡住这样子，所以大家也没办法，只能等了，跟我一起等吧，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等一下，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进得去吧。那今天700颗石头主要是抽。黑金卡片的部分，以及我们黑金卡片抽完的时候，我们应该黑金卡片的目标是抽完一套的天竺，也就是，十连抽才会有一张那个新的天竺嘛。那我们要把新的天竺系列抽齐的话，需要凑齐5张，我们就不知道要抽几连抽才会抽到，说不定很幸运的30、40抽可能就抽齐。5张天竺也不一定，但我们今天目标其实我自己的目标主要不是放在黑金卡啦，就是不是放在三藏跟铁扇，因为那2张我都有了，然后练复制人也没有什么用，所以我把目标放在那个新的天竺系列有五张，然后 如果说我们抽完5张天竺的话，接下来再抽古币，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抽卡就会送古币嘛。我记得一抽是送10个的样子，所以我们之后把所有抽齐之后，那古币又会变多，所以我们最后再来抽古币，古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抽多一点。不知道古币可以抽多少，但我现在还没有抽天竺的话，就已经累积2000个古币，所以可以抽20抽古币，所以至少会有20抽的古币。那古币抽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实战卡片。实战有分2个卡片，第一个卡片是新的天竺卡片，新的天竺卡片可以看怎么样，可能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到底哪一对放进什么会比较好，那我们来实战试试看威力。那接着第二波的实战是武装龙科的部分，武装龙科这一次是中国神可以武装龙科，那武装龙科之后其实最大的加成是秒速以及。三维上面加成，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最主要亮点就是秒速这个，所以我可能会练个复制人，然后来看一下秒速之类的。对，那大概是今天的一个小小的行程。对，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结果还没有太多人啦，大家让一下位置啊！有人已经开抽了吗？有人已经开始抽了吗？就是之前就先登录的朋友。现在有30送30，对啊，现在除30送30啊。
喝什么？喝奶茶。红红的。我特别为了这次直播去租了这个衣服呢。好不好？希望把那个喜气分给大家。希望大家有感受到我的喜气。快一天让我登录哦。在载 APK 好像是不是不会分流啊？还是都一样也会分流？那这啊，那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宣传一下好了。那昨天有出一个新的天竺副本，大家应该知道吧？那我们昨天其实有全部都打过了，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来打一下，或者是你昨天还没有通关天竺副本的话，你都可以去我的第二频道找一下攻略，那五个 extra 个别都有上传了，所以大家可以去我的第二频道，我贴给大家连结好不好？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想要看到一些直播的攻略影片或者是一些分析的话，你们可以去我的第二频道看一下，然后你可以订阅一下，订阅按上小铃铛，你就可以收到第一手的新影片消息咯。那一样是这个直播，就是我的主频道也可以按个订阅按钮跟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子一有新的直播或新的影片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所以大家可以按一个小铃铛。OK， 那等他一下哦。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在里面，就是游戏里面的人的话，你不是在分流，应该抽一抽的话也会卡住吧？抽一抽是不是就他就叫你等一下，是不是？哎 ，Hello Ryan， 重开就可以抵了吗？重登有用哦，所以是要重登吗？可我现在不是在排队吗？到底要重登还是排队啊？你们进去的已经抽的人，他会很顺吗？还是会卡住？进去了哦，最主要是进去，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要排队，还是要重登啊，各位，一直重登就可以了，真假的？好，这服装可以。重登得插队，真假的？那我要插队。VIP 等级不够，我 VIP 等级不够啊！真的是，还有更多的游王，一游还有一游高，然后插队，跟我插队啊！一直重登吗？那我一直重登到尽为止好了。安安，各位早上好，中午好。走后门有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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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了，好像有了。我可以走后门吗？给我走后门，走的，不走，不要分流，拜托。好像可以了，好像可以了，有啊，666。所以大家如果说不能进，卡在分流的话，你就一直重开游戏，好像一直重登应该就可以进了。至少我现在成功了啦，所以大家一起插队吧。一插对吧，终于可以抽了，感动！三国抽起来，哎呦，好酷哦！古币封印哎，那我们等下再来抽古币封印，我们先抽这个什么？对，天竺这个吧。好，终于要开始抽了。十连抽的话，这一次会送一张六星的天竺角色，所以如果说你是想要抽到新的天竺角色，你一定要十连抽会比较抽得到这样子。那今天的服装再介绍一次。这么红，连里面都是红的，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好运一点，一下就抽起了新的天竺系列。我们现在实验抽试试看好了，一次要50颗魔法石，我们有760颗，应该可以抽起这次的新的天竺系列，应该吧？如果说710都抽不到的话，那就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这几率哈。哎，等等，他卡住了。嗯，有人50抽收工哦，太厉害了吧！你为什么不行抽啊？那个卡斯，要更新吗？我一登录游戏，它就自动帮我更新了，所以应该是它会自动帮你更新了。
好。哎、欸，哦对哦，有天竺系列，所以有一张是 new 的，这是蛮正常的。那其他都不是天竺系列啊，其他都重复的。一开始就大奖哎、欸，这是我最想抽到的蜘蛛精，太好了！大家一定要抽蜘蛛精，蜘蛛精是这一次五张天竺中的最大奖，我自己觉得。哦，有洛可可哎、欸，暗龙石哎，其实这一抽还不错哎、欸，对一般玩家来讲，这一抽真的还不错。第二个十连抽，二十连抽喽！现在二十连抽，二十连抽，二十抽回不来黑金了，已经抽了100颗石头了。哎、欸，对，如果说这抽抽下去的话，就是100颗了。红心 A 嘿，嘿，哎、欸，为什么没有黑色的？怎么没有黑色的？哎、欸，有两张 new 哎、欸。不会两张天竺吧？哇，第二十抽六六哎哎，好哦，我没有抽到最小只的，是不是 ？OK， 还有期待一下，吓死了！哎、欸，至少不是重复的，是白骨精，还可以吧？好，接下来是第三十连抽，三十抽。三十抽到底有没有保底呢？还是四十抽才保底？我们试试看。如果三十抽保底的话，就可以验证了。有了，哎、欸，有黑的哎、欸！感谢 Cindy 的150块抖内，谢谢 Cindy 来吸红可可的抽卡，因为我没有很会抽啊。你看我保底才中哎、欸，三十抽保底才中。哎、欸，抽得到兰斯洛特哦。哦，那可以抽抽看。哦哦哦，三张都没有重复哎、欸。就我抽天竺系列的运气还蛮好的、欸，新的天竺角色卡也太溜了吧，直接没重复哎、欸，哦，抽到铁扇了，好，哎、欸，感谢环仔、欸，你是环仔吗 ？Sky Wings 的港币十块斗内，谢谢抽中好卡，好，我们已经验证了，好像三十抽就会有保底，那我们再三十抽看一下会不会来第二张黑金吧，还是现在就来第二张黑金呢？啊，没有，我果然是那种保底的命哎、欸，哎、欸，等一下，新的天竺也重复了，新的天竺卡也重复了啦，哎、欸，蜘蛛精，嗯，那你，三张最好都抽到了，对啊，其实天竺已经有点满足了，可是我想要抽起啊，第二十抽，不是，这第五十抽。保底后的第二十抽，又是一张新的天竺，我快要抽齐了。所以其实好像六十抽以内，好像会有机会把新的天竺小色给凑齐吗？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我来试试看。接下来就是传说中的第二次保底，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会不会有第二次保底的行动呢？三十抽会不会有？三十连抽到底会不会有保底呢？没有呢、欸，你看是不是？我昨天跟大家讲，就是保底就是保险就是四十连抽啦，三十连抽还不一定保底，所以我们刚刚好像有这个都市传说，现在又破解了这个都市传说，所以我们来脸黑的第几抽啊？我刚才已经三十了，接下来要迈入第七十抽了耶，太黑了吧！把一些卖掉，有些真的重复到很夸张哎，像这个真的重复到一个超级夸张。好，蘑菇头，好，就这样。再一次应该可以吧？我来试试看。我们已经剩下400颗了，已经瞬间抽干一半了。我的魔法师，好，接下来就是第40抽哦，看有没有保底，到底会不会破除40抽保底的这个都市传说呢？我觉得应该会中黑金啊。有啊，你看，哎、欸，我，
三十抽不来，四十抽一次来两个，太扯了吧！666一次补齐刚刚的非洲运气啊！哎，两张铁三，是不是搞错什么了？是不是搞错什么了？我们刚刚第三十抽是黑金是铁扇，然后现在又来了两张铁扇，所以我今天抽了三张铁扇了耶，到底是怎么样？我可以练五张铁扇了，是要这样吗？太扯了啦，我以为是一张三张一张铁扇就完美 ending 了，而且我还没有抽到新的天主耶，搞什么搞什么，真的是搞什么啊，没有了哇，两张黑金果然运气用完了吗？可是我还剩一张天主啊，这样下去好像不太行耶，我这那个猪八戒都抽了好多，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抽卡真的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停下来，我要把那些卡片分解一下了，就全部都分解掉，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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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啊，等一下，我们那里现在抽几抽啦？刚刚好像是保底哦，加油！我今天都拼保底的，是，所以这个机遇就跟大家讲说，你如果说你真的想抽的话，你就保底就是四十抽啦，你一定要准备四十抽，不然就是有几率吐槽。留一下好了，这个留一下好了。哎呦，真的是，哎，这个留一下好了，这个留一下好了。其实是已经多到不知道哪一个，哦，这我练四张了，已经多到哪一个不知道该留了。那个十抽卡，好，再来抽，再来抽。我们现在是七八九十抽了吗？我们该不要抽一百抽吧？我们应该我们目标是定在抽起五张新的天主就收手，但现在还没有抽起耶，我们不是要黑金啦。嗨，来了来了，现在是什么保底后的第二十抽对不对？哦哦哦哦，是一张还是两张？一张，不会是应该是三张了吧？不会再来铁扇了吧？再来铁扇真的会崩溃呢。啊，三张，可是天主呢？感谢蚊子的30块斗内，谢谢你。感谢 Cindy 的150块斗内，可以分为一张往欧洲的机票吗？我看起来像是往欧洲吗？我现在根本超非洲吧？可以看到铁扇复制人，对，觉得可以 ，OK， 耶， yeah， 抽齐了，好，收工，就是这样，已经快没石头了，留点石头，各位，啊，就是你怎么都不来，这最废的金角与银角。真的是，如果大家只剩下金角银角的话，就是不建议再抽了。我怕再抽一个啊，因为我快要保底了。欸，不对，我该有保底吗？我刚才好像又抽了一个黑金，所以好像没有保底了。我们来分享一下几率好了。我总共抽了多少抽？我刚才有分解掉，欸，所以好像不准。总共是多少啊？有人帮我统计一下吗？大家可以看聊天室，我总共抽了几抽。那我已经抽齐了，我看一下我来数总数好了。我抽几张天主，我就知道。我抽了几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抽了100抽，欸，哎，刚好100抽，欸，哎。然后很幸，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什么巧合？问号，我不认为。这个新的天主卡片好像只有十连抽才会中一张，欸，哎。我没有十连抽有中过两张以上的天竺星的卡片，
所以好像十元抽才会中一张，这个几率好像有一点鸡肋。不过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一百抽的那个一个数量应该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吧，就是十元抽只会有一张新的天竺，有人十元抽有两张新的天竺吗？我是没有抽到啦。那我们抽了几张黑金呢？一百抽里面抽了一，然后两张铁三起来，二三四，我们抽了四张黑金，平均二十五抽中一张，因为一百除以四大概是二十五抽，所以这几率可以试试看，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平均值就是大概是这样了，对啊，有欧洲的时候，也有非洲的时候，保底大概就最多就四十啦，最多就四十抽，好不好？提供给大家这个几率。今年应该还是有保底啦，看这个情况是不会让大家真的太非洲的啦，嗯，应该是这样。然后抽得到莱斯洛特，所以可以，如果没有莱斯洛特的可以去试试看。圆桌好像之前的系列好像都有开耶，我抽到圆桌比较特别的系列，其他的好像这个也有开，战国也有开，所以也是有机会抽到大奖啦、啊、哦，所以之前的都有开耶，就即使你没有抽到黑金的话，说不定还会捞到一些之前的大奖。有动态造型，哎，我们现在看一下动态造型吧。好，抽卡是不是就有？抽卡就有哦哦哦，抽卡就有了，还是要抽到黑金才有这个动态造型。我们来把两个领出来，来看一下动态造型到底长怎样。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铁扇哈，我的铁扇真的是多到一个不要不要哎。哦，我自己本身就有练两张咯，这边你们两张，然后我们刚刚又抽了三张，所以我现在总共有五张咯，等一下可以来复制人咯。太扯啊，这几率直接抽齐啊，直接抽齐铁扇不啰嗦哎。那哦对，我们来换一下造型，我们先来换个造型，嘿，哦，动起来了，飘飘的铁扇，飘在空中的铁扇，来看一下他打人的样子哦。我觉得他打的样子有点怪，有点尴尬，好吧？很像那个过年大扫除的时候，哎，上面有蜘蛛网，我来清一下上面的蜘蛛网，交给我之类的那种感觉，好吗？清清蜘蛛网，扫扫地，大概就是铁扇的工作。没有啦，铁扇现在一点都不猖管，他还蛮厉害的。好啦，我觉得动态造型有点尴尬。感谢文哲30块抖内，伴随着欢笑和悲伤的泪水，踩着石头往上爬。祝各位新年快乐！铁扇附身 ，Go Go！ 哎，等一下来练个铁扇附身给大家看好了。好，接下来是三藏，来看一下。噔噔，三藏我觉得比较帅。看那个这样，然后旁边有个那个特效环。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攻击特效。嘿。然后他的头就落枕了，有没有？头，伸个懒腰，就是上班到一半好累哦。这时候你就会想要伸个懒腰，就大概是这种动作。一天的活力就回来了，这样，大概是这种感觉啦。我们三藏，我自己的三藏也只有这个三藏，跟第二只三藏就刚才抽的这个而已。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只有两张三藏哎、欸，可是三藏其实没有要练复制人的必要啦，对啊，所以抽个一张其实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来抽古币吧。我知道大家最期待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古币，我们刚才抽了一百抽，已经应该累积很多古币了吧？我们看一下，现在古币来到3000个了。刚才在抽之前，我的古币原本只有2000，现在。直接暴涨到3000，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抽30抽哎，好，我们来抽30抽吧。我要留一抽是那个，好，我等一下留最后一抽来换一下那个好了。还是我们集到100，我再抽一次10元抽好了，因为我想要换一下那个股币交易。好，最后我们再额外 bonus 10元抽好了，因为石头好像也够。小瓜呆红。呛呛呛呛什么啊你？哦，可惜，我想说有人黑金。好，
不用留交易的啊，如果说股币不够再抽就有了。哎，什么游王发言，等我看一下现在的背包是4473487，我们还可以抽12张，好像不够，我要分解一下东西了。分解，哎，雷王分解掉，这个好像有点多哎。机械那个这个叫什么？这是什么系列？基友使者现在可以进化成机械族，所以大家可以留一下。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要分解掉的？木的好像可以分解掉，没什么用。哇，太多小怪啦！这个大堆，全部卖掉好了。抽卡 ，OK。好，我来看一下。哎，其实有人说石头太多，其实不会啊，因为其实这次你去抽十连抽，然后换古币的话，其实还蛮划算的啊，因为古币是100%换得到稀有神的，所以你就以十连抽，然后必中一个稀有神的感觉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划算的，也没有说到很不划算，对啊。好，接下来来，等一下我换个东西，我有做另外一个东西。抽卡。哎，古币封印，这次换一个头像好了。我知道大家可能最想抽特哥，我们换个特哥好不好？所以祝大家都可以抽到特哥。如果你没有特哥的话，你可以抽特哥。那如果你有特哥的话，你还是可以抽特哥。特哥可以练复制人，好多了。OK， 来喝个奶茶，我们家就开抽，我们可以抽30抽的古币哦。来看一下，我先联络一下好了。听说有一个游王要我帮他代抽，是不是 ？Michael 哥在线上吗 ？Michael 哥 ，Michael 哥，你在线上吗 ？Michael， 他昨天跑来留言说他要抽，我密他一下。真的是游王，他抽的比我还多啊。来喝个奶茶，没有丢工商，所以我们把品牌遮住。接下来在抽之前，我现在在工商另外一件事情好了。既然你们说我想要工商，那我就来工商。我们在我的粉丝团跟我的 YouTube 的频道的名字是一样的，叫阿红。那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到我的粉丝团。那现在有一个活动是要送给大家点数卡，那现在那个活动是大家按赞多少就送出多少钱的点数卡，比如说按赞5000赞的话就送5000元的点数卡。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钱抽卡，那你可以去按赞那个贴文，那这样子就有机会抽到你，你就有钱可以至少可以抽一下卡片吧。那别忘了去我的粉丝团看看，然后去按个赞吧，然后按赞越多，那个我们的送的点数卡就越多。所以没有上限，所以如果说是有几万赞，有几万赞的话，我们就送多少钱，好不好？所以大家按下去，找朋友一起来按，那个越多人按，我们就送越多钱，好不好？所以大家赶快找朋友一起来按按赞就对了。那个是一个干爹，就是一个攻略网站叫 Hash， 它主要是做那个游戏代理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游戏代理商。对，没，我原本想说举一个例子，但是那个是负面例子，就是游戏橘子，但就是差不多是那种感觉啊，就是把国外的游戏代理进来的一个粉丝专业，所以大家可以去按赞一下那个粉丝专业，就可以抽点数卡咯。好，那个工商完毕，我们就赶快来抽古币的20抽吧。好，等我一下哦，我看一下。OK， 大家赶快去按个赞哦，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我先上传一下刚才的抽卡影片好了，大家等我一下。
哎，嗨，蚊子的三十块抖内，谢谢，让人家心碎的情人节影片吗？没有啊，不错啊，那个影片不错啊。股币交易是什么？股币交易，等一下来换给你看，好不好？对，哎，感谢叶罗帮我贴个 FB 专页，然后大家可以先去按个赞，然后按完赞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来抽的是黑金，黑金卡，就是股币封印，股币封印这次也抽到以往所有的黑金哦。等一下，我再喝一口。有没有发现连饮料都是红的？好，这一次古币封印非常的厉害，里面以往的黑金都抽得到，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一次的十连抽里面没有抽到三藏跟铁扇的话，这边还有机会可以让你再抽到三藏跟铁扇。那除了三藏铁扇之外，特哥、玛雅，然后这个阿努比斯全部都会抽到，除了妍希抽不到之外，其他的黑金全部都放在里面了。然后还有放下其他的大奖，在这边大家都可以看到。对，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抽个三十抽。我现在有3000个股币，直接不啰嗦，直接抽干它。这一次其实真的还蛮好的啦，这一次所有大奖都有放在里面，所以还蛮建议大家抽的。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蛮有趣的留言。就是有人说这一次没有放进三国二的角色卡，所以大家赶快抽，下一次说不定就放进三国二的角色了。嗯，所以这次真的是很值得抽呢。好，即使没有抽到黑金的话，也是每个系列的大奖。哦，你看洛可可这张还可以吧？这张其实也是蛮多人想要的，记得中二哦。我的手，我的黑金，黑金。没有，抽不到。哦，有妍希吗？有妍希吗？哎，蛇夫哎，蛇夫哎，这个还可以吧？蛇夫很大奖哎，蛇夫也是伪黑金，所以还是可以，有算是抽到黑金啦。有人说抽得到妍希哦，刚才更正一下，现在是抽得到妍希，所以是所有的黑金都放在里面了，连妍希都抽得到。对哦，我那时候分析影片名就有讲妍希，所以妍希应该是抽得到啊。还有什么？你比夜抽？哎，感谢飞脸，你是叫飞脸吗？飞脸的30块抖内，黑眼抽得到，我有抽到黑水，哇，恭喜你！黑水真的也是蛮强的，好不好？噔噔噔噔噔，比夜抽。其实这时候大家不要失望，因为 有些卡片也是有黑金等级的强度。当我没讲好了。嗯，好，接下来继续抽，每抽一次都要卡一次，哎，让人家很不爽。我要抽三十抽，哎。嗯，哎、欸，是不是马上就来一个？马上就来一个什么？刚才太非洲，现在马上补一个欧洲的，对不对？巴龙真黑金啊，这个黑金卡片的等级啊！哎、欸，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建议大家抽、欸，哎，之前没有抽到强卡的，有人问我说，就是我现在是一个新手，我该不该抽这一次的古币封印，或者是？十连抽比较不建议啦，可是古币封印一定要抽，因为里面真的大奖的几率是一半以上，我自己算过大概60几%左右吧。所以其实这一次古币封印里面放的都真的很好，无论你是要练复制人，或者是你是一个新手，你没有强力的队长的话，你真的可以抽一次这次的古币封印，所有好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好不好？对啊，这次很好抽，对啊，其实大家抽起来的感觉应该都还不错。你看我抽了这么多，我抽了这么多才有一张雷卡，就是本多。对不对？所以其实真的可以建议大家去抽一下。
不是黑的哎，我抽古币好像很难抽到黑哦，稀有，扭牛还不错，稀有神之前也算是很稀有，但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用途了。哎，没有黑金哎，我抽古币一直没有黑金的运气，有点惨。我中蓝丝，哇，还有吕布，吕布还不错，吕布算是中到大奖喽。这一次古币封印也抽到吕布，所以大家可以去抽抽看。哦呦，又是白的白金啊！我真的跟元魔系列很有缘哎，我们元魔在抽了三种属性喽。黑色的呢？黑的呢？古币没有黑金，真的假的？之前有 bug 吗？纳奇算大奖吗？如果你之前没有的话，纳奇就算是大奖了。如果说你们想看那个古币封印里面卡片的里面到底哪一些是大奖，哪一些是小奖的话，你可以去我的第二频道有一个分析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我有分析哪一个是大奖，可以值得练的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说抽到，你也可以去看。你就是你抽到你该练哪一张，你也可以去看我那个分析影片。我都有把所有古币里面抽到的东西去，这个还可以啦，这也可以练复制人。我都把所有的古币里面抽到的东西做一个分析影片，所以你可以抽到的时候再去看也没问题。我没有黑的耶。黑的在这里面也很难抽哎，不过如果说有30抽保底的这个传说的话，那我们这一次的古币封印至少应该要有一张黑金才对吧？应该吧，我们应该可以期待这种事情吧，对不对？如果说30抽的古币都没有黑金的话，那可能就盖亚，盖亚是不是雷卡？那可能就没有保底这种感觉了耶，对不对？黑的，我真的抽到脸黑掉了，怎么办？我们一开始复制人，这个没有要复制人啊。我们一开始明明运气很好啊，现在变这样，现在运气是这样。最后一波再来一个大反弹，全部都抽黑金，这就是节目效果，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工程师你在聊天室对吧？工程师，我们该一起做效果了，好不好？该起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最底了，连抽两张盖亚，我们已经在那个非洲的最底部了。我们现在准备要起飞了吧？我们可以搭飞机了吗？我要前往欧洲了，前往欧洲了好吗？我们一起飞向欧洲吗？嘿，大家帮忙集气一下黑金啦！哎、欸，我们真的在飞了，我们在飞了，道总、道罗斯飞起来了，我们现在在飞了，缓慢的往上起飞中，欧洲的机票，现在大家一起飞起来了，大家起飞了，不要太卡了，这网路到底是怎样？没钱搭飞机。飞起来，飞起来，飞起来！工程师，不会有银卡啦，这个东西放银卡会被别人打死吧？我相信我正在飞，我相信我正在飞，有还算是在飞的旅途中，这个还可以，稀有神还算是飞，我们还是在飞起来齁。嘿，继续飞，继续飞，这样太危险。呵，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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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飞。怎么感觉现在有点乱流？现在遇到乱流了，我们的乱流了。哎，感谢蚊子的30块抖内，抽黑金，对，机器。我现在心情好乱啊！快给我黑金！快给我黑金！我都快抽30抽了，黑的呢？黑的呢？全部都白的。
这时候遇到死车局真的是心情有点复杂。我们抽了一半了，哎，现在已经抽一半了，抽了一半以上了。好，我们还有一半的机会有黑金。黑飞起来，你们打错字了啦。哎，对，有飞飞，不是那个非洲的飞，是飞飞翔的飞，好吗？我们正在飞，我们现在就要飞，没有翅膀，那我们造飞机。哎，这个黑金的几率怎么感觉我们现在就是乱流，哎、欸、哎、欸、上去了，哎、欸、又我又下来了，哎、欸、哎、欸、又上去了，现在是下来，那下一次就上去了，对不对？依照这个频率波动上去了，现在上去了。嘿嘿，工程师里面是不是没有放黑金？可以跟我讲吗？我现在在坠机中，我现在急速坠机中，剩下十抽了，剩下十抽了，黑起来，飞，不是，对，飞飞起来，黑金黑起来，十抽，给你十抽的机会，最好有一半都是黑金哦。工程师，我们一起做一个效果好不好？你要是这十抽里面全有五张都是黑金的话，这个效果大家看得到，好不好？聊天室的大家都会看得到的，对，帮你们增加营收啊！哇，好，这个代表什么？黑的向日葵就是黑的，黑的就是黑金的一个祭品文，是不是？接下来就要黑起来了，黑黑黑黑黑黑。黑黑我就快要三十抽了，大哥！哎，吕布，接下来都是黑的，那接下来就是阿努比斯啦，对不对？我看这个简单的推理，我也推理得出来，三岁推理啊，黑的黑的哦，接下来还是黑的，黑金卡片黑起来，接下来就是阿努比斯，你就可以组一个暗队了，有没有？太棒了，真的是很贴心哎！我们抽向日葵，有一个钻。转暗珠的角色卡，然后再抽个吕布，哦，一个很好的队长。那接下来再抽一个阿努比斯，哇，让你一队就凑齐了，哇，真的很贴心呢。这个公司直接把你一队直接凑齐起来。怎么看都是紫的，紫跟黑色只是一线之隔，他们就只是在邻居而已。刚才是紫色，然后现在是黑色，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往这边的旅途中迈进，好不好？没有了，我感觉不到黑金的灵压了，为什么？黑金的灵压在哪里？在哪里？黑金的灵压不见了！坠机了，坠机了！我们坠机了，坠机了！祭品文啊，可以啊，666660代表什么？这一抽绝对66，绝对66大发，666，这一抽就是黑的了，这个效果可以哦。剩下五抽咯，五抽现在就是全部都黑金了吧，对不对？我们刚才说好的工程师可以吧？这个效果帮大家做足啦。刚才祭品文都已经抽了那么多了，我们已经坠机三张卡片了。感谢 RC 的3块斗内十抽古币两玛雅一火焰。大家赶快逼他，大家赶快虚他，太扯了！你那个几率，我的是快30抽了，一张黑金都没有。666666，黑金抽起来哟哟哟哟，黑金，不喊呐、啊！很烫哦，波罕，我们先不要啦，我们刚才在坠机了哦，波罕那个很烫哦，嘿，
酋长加油！哦，打击六六六，起飞喽！剩下三抽，剩下最后三抽，三抽会起飞吗？三抽会起飞吗？三抽会起飞吗？不会最后一抽才来黑金吧？那这样就可以验证三十抽保底了吗？可以吗？最后两抽了，黑的。他的脸就是讲说。你已经来到这了、啊，第三层就是我锁链魔师，接下来你的对手就是我了。我负责阻挡住所有大奖，所有黑金，你是抽不到他的，就由我来抵挡住那个几率吧。锁链魔师是你，我要遮住眼睛我。好了，最后还有一个安慰奖，我们来古币交换一下哈。嗯，我来看一下我缺什么。我刚才没有抽到水的，我知道好像自己是比较缺水的。来换一个水的好了。啊、哦，至少来这边换一张啦。哎、欸，古币只能换一次哎、欸，所以大家把握一下那个机会。好了，没了，什么都没了，好不好？石头啊，都不见了，都不见了。今天真的很非洲，我的运气是不是都分给大家了？我看你刚才有人抖内很好啊，有抽到黑金啊，对不对？我运气就直接分给大家，都可以啊。我的运气就直接撒给大家，好不好？运气都撒给大家。好吗？感谢文哲三十块抖内，荣获本年度最非洲球场，真的有够飞哎、欸！有人比我还飞吗？大家可以在聊天室留言吗？有人古币真的抽三十抽都抽不到一张黑金吗？一张黑金都没有，而且今年还是把历年的黑金卡片全部都放进去了、欸，这种几率你敢信？哎，我是提供你们欧气还是那个飞气啊？我把那个全部的飞气都给你们啦。我看一下哦。OK。好，我上传一下影片，刚刚的非洲之旅，好不好？大家如果说想要体验一下，再次体验我们非洲的旅程的话，别忘了去看一下我的第二频道，好不好？我来看一下那个干爹有没有上线哦，顺便我们可以代抽一下干爹啊。
玩这个，有没有人想要抽？现在有没有人想要代抽股币啊？还是没有？哎，有没有聊天室大家有30抽以上股币的人想要我帮忙代抽的？如果说你看我那么非洲，还想要我帮忙代抽的话，有没有人？有吗？30抽以上股币再来，我再来抽一下好了。那个机遇，我想要抽看有没有40连抽那个。是抽它有那个保底之类的感觉有吗？现在重登会不会要很久啊？重登又要卡分流，对不对？谁敢给你代抽？哎、欸，真的哎、欸，不要给我代抽啦，好不好？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实测好了。等一下，我自己私底下再看一下，帮干爹代抽一下好了。好，黑金抽了4张，天哪，运气真的是不错呢。刚刚抽的这些真的是，接下来来武装龙哥好了，武装一下。我是第一个，哎、欸，不对，我们现在试一下天竺的新角色好了。来天竺，我们来练一下。练个蜘蛛精，他好像不用进化哎、欸。对，哎、欸，这一次的只要练等级跟技能等级就好了。终于进去了，哇，真假的，恭喜你！你还有200颗可以古币抽10次，不要啦，30抽呢，30抽都没中。武装龙哥出了吗？我不知道。哎、欸，出了吗？还是还没出？武装龙哥，哎、欸，出了吗？大家知道吗？下次 cosplay 3藏，好，下次我们来 cosplay 3藏，好不好？武装龙哥有问题，什么意思？蜘蛛精怎么转回来了？欸、真的、欸。哎，大昨天不是反的。这一次技能等级只有10哦，所以大家不要吃大鸟吃过头了。武装龙科不能用，什么意思？真的假的？那我们先实测一下那个好了，新的天竺。好，那练个等级。帮我抽，我有520颗，520颗好多哦。不过我想要抽古币而已啦。古币有40抽以上的朋友吗？有40抽以上的朋友，如果你还看完我的直播，觉得我这么非洲还想要我帮忙代抽的话，你可以在聊天室留言一下，好不好？现在可以留言一下。有40抽以上的古币哦，也就是你有4000颗以上的古币，想要我帮忙代抽的话，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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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以私讯一下，不是？你可以那个在聊天室留言。有，我还50，真假的？小日50抽，那你可以私讯一下粉丝团，然后说你是小日吗？你知道我粉丝团吗？你可以私讯一下吗？我帮你抽一下，好多好多人哦。哎呀，练满了！真假的，你们真的有那么多、哦，好猛哦！我有6000古币，阿天，好来好不好？日哥跟天哥，我们私讯一下粉丝团，现在私讯一下可以吗？我们再继续抽古币好了。你们想要我帮忙代抽的话，日哥跟天哥可以。对啊，小日，哎、欸，对，小日你，粉丝团有吗？有没有看到吗？你就说你是小日，然后私讯一下，可以吗？哎、欸，感谢 Y， 哎、欸，这 CA 是什么啊 ？CA 是什么币啊？10块斗内，谢谢你。
晚上做过高峰期会好抽一点。其实抽卡这运气就是运气运气的啦，也没有说哪个时段比较特别好抽，好像纯粹就是真的运气啦。哎，有人真的搭石头好多、哦。我现在自己抽十抽 ，OK OK， 阿天天哥，你先自己抽好了。刚有人私讯我、欸，粉丝团，他说他有4000股币，我有5000股币，真的假的？佑哥私讯一下粉丝团好不好？想要代抽的话，私讯一下粉丝团可以吗？8000股币，真的假的？可以啊，900颗可以帮抽吗？我想要抽股币啦，如果说是十连抽的话，那个就先不用吧，先抽股币的部分，你可以先抽掉之后，你再抽，我再代抽股币。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我帮代抽的话，在直播代抽的话，可以私讯一下粉丝团。5000股币，你们知道我粉丝团吗？就是阿红啊。有人有，有人有吗？没有的话，我就来实战一下咯。实战个暗队，新的是模组，大家要把放在哪里啊？放在哪一队会比较好？哎、欸，有人说我有抽到阿奴，我刚才是抽阿奴吗？我刚才没有抽到黑金啊！我刚刚，哎、欸，为什么我抽到阿奴？哎、欸，真的有黑金哎、欸！等一下，这阿奴哪边来的？等一下，我抽阿奴，可能被强制抽卡的，为什么要强制塞给我阿奴啊？是我佛心公司啊？看你太非洲，直接偷塞一张卡片给你。为什么？为什么我有中阿奴啊？为什么时候中的？而且还是在两张盖亚之后中了阿奴，系统偷塞的。我这个系统怎么那么佛啊？工程师偷送的。对，3900股币也可以私讯粉丝团，好不好？现在好像没有人私讯欸，你看一堆人在那边说几千颗股币，那没有人想要私讯粉丝团代抽是不是？我觉得3000颗以上股币都可以啦，好不好？赶快私讯一下粉丝团。现在想抽一个，大家应该也想比较想要看抽卡吧？我想是这样啦。会怕的话，你会怕给我账号，或者是你会怕说我抽的太烂的话，就不要给我了，好不好？就自己抽一抽就好了。那如果说建议大家，如果说在给我账号之后，你们一抽完就马上改个密码或什么的，这样会比较好，对彼此都比较有保障。嗯，好，那有跟私讯粉丝团说他有10000股币，然后花光了。好，恭喜你，可以哦。
好像没有要帮忙代抽的，那我先来实测一下这张卡片好了。十连抽抽到特哥，十连抽怎么抽到特哥的？是 bug 吗？还是什么 bug 问号？我不认为。暗队到底要玩什么啊？暗队大家想看哪个暗队啊？蜘蛛精算战场吗？对啊，有好像大家都没有古币耶。阿红留点机会啊，留点什么机会？希腊双子，希腊好了，我们来试试看希腊。希腊嘞，希腊嘞。我的希腊放哪里去了？在这里。好，来组个，我想想看，我看一下。嘿嘿，周恩在此。主要现在比较想抽的还是有3000颗以上的古币啦，如果没有3000颗的话，你们就自己抽就好了，因为其实登一次要很久。我来看一下强化盾、空前盾。好，我现在测一下那个关卡。好，就这样带咯。哎，感谢游志凯的30块斗内，谢谢你。我们接下来来蜘蛛精。好，自制的龙科没问题。好，接下来来试试看。我先去把900抽掉。我有5颗魔法石，你要抽吗？不用了。OK， 我现在在读私讯啊，粉丝团。我一抽古币，好，可以哦，很棒。红场都什么时候开直播呢？不一定，有那个有时间开的话就开，就是应该说有主题开的话就会开。还要怎么抖内？没有信用卡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抖内耶。主要是要有信用卡啦。好，好，那我们来打一下奥丁的梦魇机，主要来试一下。现在有暗队的战场，之后应该会比较好过吧。好，接下来来试一下新的天主卡片蜘蛛精，它是暗队的新战场。那刚好这一次奥丁的梦魇集，它就会需要一个战场来看。什么？你是在用什么？什么？这是什么服务啊？我没有用那个服务哎。再来一次。大概那是什么意思？你有使用 Pocky 服务 ？Pocky 服务？不要宠的啦，没有战场暗队是可以打啦，你可以参考一下之前有人有那个录影，
对，其实奥丁算是真的很简单的地狱级了啦。晚上会开奥丁吗？哦，对哦，今天晚上应该会开一下奥丁，因为今天晚上，应该说不会开太久，因为奥丁真的蛮简单的。感谢志凯的30块抖内，主要怎么那想要怎么配置？有铁扇的配置队伍，把铁扇加进去，然后如果说你有木屋的话，加木屋，剩下两张就是看关卡去摆。3200古币可以吗？可以啊。哦 ，Poki 的意思是 VPN 的东西哦， oh, 可是我现在没有开诶，实干应该是那个 bug 啊。可是如果说我要帮别人代抽的话，也是要等那个分流诶。如果说你有超过3000颗古币的朋友，你在私讯粉丝团吗？好不好？有超过3000颗古币在私讯，不要说5颗魔法石要代抽，嗯，5颗魔法石你自己抽就好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再等一次要很久，所以真的抽太少的话就没有办法，要一直等的话，会很麻烦。而且我现在也登不进去了，完全等分流。魔法石抽没有哎，魔法石抽我现在是主要是要抽古币的部分啦，所以魔法石抽大家还是自己抽就好了，10连抽的那个部分大家自己抽就可以了。那主要是古币封印，如果说有比较如果说你们有多的古币封印的话，再给我抽就好了。还是我要用那个 VPN。不是我要用那个另外一个灯啊，现在感觉灯不进去啊。910有几颗？我看一下啊，一抽是不是10颗古币啊？所以五颗魔法石是10颗，是不是？900颗石头全部抽掉也只有1800哎。分流之塔，刚才明明还好好的，孩子，他说我 Poki， 然后我就真的 Poki 了，不是，我真的登不进去啊，大哥，母堂够分流啊，午安阿红 ，Hello， 大家午安好，一直没有这个时间开台过，所以不知道怎么讲，大家午安，我每次都说大家晚上好。那现在这边午安没有好了，午安好，大家好，大家去吃饭了吗？好，大家如果还没去吃饭的话，可以先去吃个饭哦。然后我想要登，他不让我登，怎么搞的呢？先抽试试看，真的很惨呢。等一下哦，那来宣传一下好了。刚才抽卡几率，如果说你刚进来的朋友没有看到刚才抽卡的话，可以去我的第二频道看。我已经上传了两部，一个是天竺系列的抽卡，另外一个是古币封印。
真的有点惨。我再重登一次好了。等一下，我想要实测一下那个武装龙壳。现在武装龙壳是什么问题啊？我想要问一下大家，大家知道武装龙壳什么问题吗？现在武装龙壳听说是坏掉，是不是？那大家知道它坏在哪吗？现在是大家都进不去吗？还是有人现在在里面那个分流里面？有人进去，所以现在还是有人在里面的。重开之后就进不去，我也进不去了耶。我靠，可怜！在打关卡很顺，是不是？哎，公会里面的人几乎都抽了，只有你还在分流。我已经抽完了啦，会不会等一下阿龙那张阿龙不见？太扯了吧，不会吧？跟大家聊天一下吧，我正在看。真的是有一点点尴尬、啊。先去吃饭，对啊，那大家如果说还在分流的话，大家先去吃饭好了，好不好？不然这个也没办法，吃饭比较重要啊。我这已经吃过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分流之塔，分流之塔。摆着不要动，好，那我这一次就变成摆着不要动好了，就是让它放着，等等吃饭看阿红，好，可以边吃饭边看也 OK 啦。你也吃饭，不然你开就是想看，我有吃饭过啦，我已经吃过午餐了，我才开的。所以大家真的会饿的话，就赶快先去吃吧。分流小妹好好玩，小妹是负责分流的吗？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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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然后我现在人在，我现在人在等那个啊，进去。我先换一下那个。实测一下，我们还是要实测的是那个蜘蛛。大家还想看什么实测啊？大家还想看什么实测啊？我觉得我等一下会实测大概是猪八戒吧。除了蜘蛛精之外呢，还要实测猪八戒，对，大概是这两个。现在已经有除30送30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可以开始除值，是这样子。现在真的是重登之后就要超久耶。带徒弟队，对耶，可以试试看。等一下还可以阿红带徒弟，
可是那真的很烂哎、欸，真的很烂，那队真的不强。那可以分开带啦，就是猪八戒可以带那个元义经合体。要崩溃啦！这个到底怎样？对许安诺，我决定重登了。我这重登到近，我上次这张卡的时候重登就可以插队，可是现在如果你乖乖等的话，就好像进不去了。伺服器爆掉了，而且这伺服器还不会跟你讲说你现在排队到什么时候，就他没有排队进场的那个号码。等于是永远都等不到，永远都等不到的那种感觉。分流实测，分流实测，知道此测什么？我现在就在分流哦。我现在看一下巴哈上面好了，因为听说有人说。那个武装龙科有 bug 是不是？那我来看一下巴哈他到底怎么讲的，看一下有没有人有遇到 bug， 有没有人有遇到 bug 啊？有吗？等五分钟就能了。好，那没有，我刚才有问大家，但我再问一次，就是稀有武装龙科是怎样？现在是合不到龙科是不是？现在武装龙科是合不到吗？他好像连合都不能合哎、欸！哎、欸，刚才一度是要进去，然后又没有进去，是不是？叫神魔小妹帮阿红插队，什么小妹？帮我插，帮我插，不然我这一直排在这边有点尴尬。小妹，小妹在吗？进个伺服器好难啊！如果说新年有一个愿望的话，就是新年新愿望，赶快让我进伺服器，让我进去啊，小妹，小妹，手抽古币三张，谢谢阿红分玉区不会。大家抽到好卡，我也是蛮开心的。鱼有龙烟，哟，终于，我的整个精神都上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打奥丁了，太好了，进来了，呵呵，有点感动啊，这个，我不会再轻易的退出了齁。唉，真的是。受虐哎、欸！26抽7抽古币中唐三藏，哇！其实大家中唐三藏就算蛮好的了，有黑金就真的还不错了。你只有26抽到唐三藏，不错了啦，很棒啊！接下来我们要来实战天竺的新卡片蜘蛛精，它是暗队的新战场，那就好，就说直接来打吧。终于。暗队出了新战场，所以打那个奥丁容易许多了。我们就一起来打打看，暗队到底变得多轻松吧。一开始先来叠一个双子，打的是奥丁梦魇。
为什么看不到奥丁的关卡？现在还没开啊，这是工会买的吗？我记得是工会买的，好像目前只有工会可以比较。如果说你工会有买的话，可以比较先打到奥丁的关卡。按本来就有战场啊，是有啦，但我没有抽到。这一次就等于是再有一个暗的战场，不过这次暗战场其实比之前还要强欸，它有自身的小型界王的增伤，我觉得还不错，不过是看种族的就是了。但我觉得增伤幅度还是有的，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伤害。尽量把新珠留下来，五颗再消除。妖术队有 bug， 妖术队有什么 bug 啊？妖术队现在怎么了？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一路碾压，第五关打了五关了，一半了。来个数年，数年。战场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敌方变成你克制的属性，这叫做战场，这是俗称啦。现在除三十有送三十吗？现在有，所以你可以试着出看看。哎、欸，等等，很过分，很过分。OK， 烽火技能，不过没关系，直接锤过去就好了。他把新珠听上掉了，可恶！看完后直播就一抽中黑金，果然我的运气都分给大家了，难怪我运气这么烂，是不是大家都吸收我的运气了、啊？第七关强化盾应该没问题吧？啊，奴开起来！哇哇，最左边没有消到五颗新珠。一个队伍可以放两张铁扇吗？你想放几个铁扇都没问题，但他只会追打，只有其中一只会追打而已。哦，开这个，双子已经跌到最高了。然后你哪来的八角马骑士的关卡呢？这个印象中是工会。每个工会都可以去买八角马的关卡，那我们刚好工会就有买，所以我就可以先打。不过他只能打一次了，所以真的要刷很多次的话，还是要等到今天晚上十点才可以。用模拟器的运气都很烂，哎、欸，我刚好用模拟器、欸，哎。有这个都市传说吗？用模拟器的人运气都很烂，真的假的？有这个传说、哦？你、欸、刚好战场是十哎、欸，刚好打十回合哎、欸，所以这队就是速刷的典范哎、欸，速刷奥丁的典范。有没有速刷典范来喽？六六六，开！关变光，哇、哦，厉害，这个厉害了，来吧！接着来一下最后的爆发。那刚好敌方是神族，所以蜘蛛精有另外加成三倍的小型界王。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没有问题，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那个小型界王的伤害会是多少。虽然说一个队伍放下两个界王伤害会有一点点的冲突，倍率会被稀释掉，可是大家仍然可以看一下那个伤害。哇，四万分的龙科分数，添加到15 combo。好，打了多少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慢动作回放，然后看一下那个伤害。好，总算通关，哎、欸，十回合就通关了，厉害。等于是速刷数年关卡，
刚好我们蜘蛛精的 CD 列满是10，所以就可以在王冠开到那个回合数是刚刚好。没问题，我升等了耶。这个就是今晚大家如果说要打奥丁的话，可以想起这个队伍。今天晚上也会开直播啦，不过应该这次主要是只是跟大家聊个天而已，因为奥丁实在太简单了。这次今天晚上10点的地狱级除了奥丁之外，还有那个宙斯就又更简单了。蜘蛛精，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再抽10连抽，为什么要再抽10连抽？我已经抽起啦，等一下。接下来来实测猪八戒吧。猪八戒我比较想要试两种，第一个德鲁伊兽队，第二个是放进三藏队里面。对，先来4个。大家想要先看猪八戒放进三藏，还是猪八戒放进德鲁伊兽队？大家想先看哪一个队伍的配置？哎，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看我穿着衣服就知道，要来祝大家新年快乐啦。我发给大家的红包就是我分给大家的运气，祝大家都可以抽到自己想要的黑金卡片，好不好？哎，三藏怎么比较多啊？虽然说两个都会试啊，但只是试的先后顺序而已。三藏真的比较多，那我先来试三藏好了。好，接下来练等级。嘿，大家新年快乐！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手机都在抽黑金。一抽铁扇，大家是不是抽卡运都还不错，对不对？趁我现在开直播的时候，来一起来抽个卡片，会比较容易中黑金。练5只八龙，全部都是八龙，你觉得如何？我之前第二频道有实战过那个全八龙队，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实战影片。只有一个字就是油，对，没有，然后比较娱乐而已啦。5张八龙真的太油了啦，娱乐队这样子。10连抽有特哥出 bug 了，真的假的？10连抽下有出 bug 那个特哥吗？是现在吗？那我来抽抽看好了，好不好？我们来抽个150颗试试看，会不会出特哥，好不好？10连抽现在出特哥，真的假的？有啊有啊，大家想看我抽10连抽吗？我先把10头全部领出来。如果大家想看我，有人有抽到，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来看一下我。可以领多少石头？有真假的？好，那我抽抽看好了，好不好？我抽抽看好了，我抽抽看好了。抽特哥，树妖 bug 是反弹伤害不能回血哦，反弹伤害不能回血哦，反弹伤害不能回血。反弹伤害不能回血，反弹伤害不能回血，
说不定改图的。可是，如果说是改图的话，聊天室不会那么多人说，他们也有啊。我看一下，现在这到底是可信还是不可信呢？好，我们至少可以抽200，我们来抽个200颗好了。真的，有人有抽中哎、欸！有人说有人抽中哎、欸，应该不会这么多人都骗人吧？对不对？梅林也有 bug， 到底是有多少 bug？ 哎、欸，那我们图像放个特哥，我们来抽个卡片好了。现在应该不会，他该不会再修正这个 bug 吧？哦，好像可以了。好，赶快来抽！哎、欸，趁 bug 改掉之前，我们抽到的话再叫大家去抽好不好？因为我觉得特哥比这次三藏还更值得抽哎、欸。特哥真的是最猛哎、欸！你有抽到那个特哥的话，真的强度真的很高。好，现在我们就马上来实测这个都市传说。有人说魔法石十连抽是抽得到特哥的，我们来抽抽看好了。我们抽200颗石头试试看，会不会有，会不会回收吧？真的吗？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么过分，至少有花钱啊。抽到特哥，真的假的？是现在加上的 bug 吗？那我觉得特哥真的蛮值得抽的欸。特哥藏在十抽中。好，我现在实测这个都市传说啊。十抽中，有人中欸，十抽中两只特哥。两只欸，两只，那你特哥可以练复制人，那还不错欸。我觉得像这种十抽抽到特哥，他应该不会把你退回去啊，退回去就太过分了。有人中欸，有人中，真的假的？等一下，现在他该不会在修正这个？我还以为他现在是怎样？他现在是要改掉那个是不是？改掉这个了吗？改掉这个 bug 了吗？是副现在是伺服器爆掉，不是修正 bug 吗？我要等啦！特哥可以练复制人啊！特哥复制人很厉害。现在改掉了吗？现在改掉了吗？工程师哦，看台啊！工程师在看台啦，真的是不能用 bug 那么高调哎、欸。有人真的中特哥哎、欸！有人真的中特哥，我要抽特哥！我要抽特哥，让我抽特哥，抽个特哥，拜托。抽个特哥，我只是一位想要抽特哥的玩家，你古币都整我整得那么辛苦了，我十连抽个特哥，应该也是蛮合理的吧，对不对？啊，可以，抽特哥，我十连抽中铁扇 ，OK， 现在还有吗？一抽特哥，哎、欸，料料，恭喜你！哎、欸、哎、欸，真的有人抽到特哥、欸，哎，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哎、欸、哎、欸，他已经帮我抽好了、欸，哎，他刚才瞬间帮我抽掉、欸，哎，怎么办？有点尴尬。哎、欸，抽到三藏了，这个时间抽到三藏了，结果我还没有看到那个精彩的瞬间。哎、欸，太扯了，三藏来了。哎、欸，我没有看到那瞬间，真的很可惜哎、欸，真的很可惜。三藏来了啦，大家三藏来！哦，我想要那个瞬间，他把我吃掉啊！吃屁吃哦，我的老天儿啊！这么好，还是他又偷塞给我？我说不要再演了，我直接
偷塞给你这样子。偷塞我也是 OK 的哦，他是很常偷塞给我卡片呢。唔贪哦，大家都爱看哦，不要这样啦，不要偷塞卡片给我啊！但我有点受宠若惊啊。好，我们来测试一下，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抽到特哥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我再来试一次，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好，现在有些人可能搞不清楚状况。没关系，我再解释一次。现在魔法石十连抽里面有人抽到特哥，可是这边角色介绍现在只能抽到三藏跟铁扇，完全没有放进特哥，究竟是不是 bug？ 那这个 bug 能不能被我遇到呢？我们就用200颗石头来实测这件事情。好，如果说有抽到特哥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抽抽看，因为特哥我觉得比三藏还更值得抽。没有，这个没有黑金。有吗？有特哥吗？我来看一下，有人中特哥是怎样啊？也有特哥，真的假的？大部分中特哥，假的吗？还是盖又改掉了？真的，我特哥我有抽到，有人有抽到哎、欸！我看一下，特哥，哎、欸，有黑金，有机会，有机会，特哥，好不好？直接验证这个都市传说，特哥，没有特哥，这是都市传说吗？我们公会有人中了，我直接看一下抽卡好了。不过这个有点不准哎、欸，因为他们有些人可能去抽古币。偷塞的是假的吗？这里面没有写说他有塞特哥啊，那是 bug。不管了，我再抽最后十连抽好了。假的，到底是假还是改了吧？真的假的？好像改掉了哎、欸，抽不到啊！到底是，至少我是抽不到了。可是我在这个250颗石头里面，我抽到了两张黑金，两张三藏。对啊，我抽了一张跟。刚刚其实有抽到一张啦，哎、欸，在哪里？哎、欸，这有一张吗？一张三藏，跟第二张三藏 ，OK。所以我现在总共有，我看一下，我现在也有四张三藏了、欸，好吧，这次就全部抽起啦，生命力，有哪一队是可以塞四张三藏的啊？有四张三张了，先全部加到最爱。好，刚好四张抽好抽满，五张就没有用。可是四张，说不定可以想一下，它到底要放进哪边。然后我没有那个魔法石了，所以现在好了，继续来练卡片了。好，玛雅不行啊，玛雅也可以了，可是它就单纯只变了两倍增伤而已啊。真的抽不到哎、欸，被改了吗？我觉得这是个误导吧，至少我是抽不到了，还是要花很多颗石头抽到。好，反正我们接下来实测我想要试的东西吧。这个继续练石头个位数就抽干了，不然呢？哎，真的实况就是那个标题打700颗抽，真的抽全部抽掉了。接下来换一个图示，我们来接下来实测一下天竺好了。
好。别分流我票，感觉就是现在 MH 就是那个掌握杀生大权，嘿，要你分流你就去分流，要你分流你就去分流的那种感觉，好恐怖啊！这个就很像随机都可能被分流。明天奥丁怎么办？没石头了，我已经练了三张了，我好像不用太练了啦。阿红这样才好可爱，谢谢大家。等等，我该不会又中了吧？唔通哦，唔通啦，让我进去啊！好，有了。我觉得200颗石头抽不到特哥应该也差不多吧，因为好像真的没有放特哥哎，还是我真的太衰抽不到，有这个 bug， 但是我没办法为大家试测 QQ， 因为我总共前后加起来也抽了700颗哎，所以我700颗抽不到那个特哥的 bug 的话，我觉得真的也是尽力了，好不好？尽力实测这个 bug。小妹不让我登，小妹不让你登什么？好，快要被满了，有没有干爹找你代抽？我觉得之后再来代抽好了，现在太崩溃了，现在重登一次就要半小时，所以我还是等一下人比较少的时候私底下帮他代抽好了，对啊，我觉得大家要代抽的话就先等一下好了，因为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等欸。我现在试一下三藏放猪八戒，因为刚才有人说要看这一对嘛，八戒八戒帅哦，八戒放个合体，好，哦，剩下一个要放谁啊？放瘦的好像也不行哎，一二三四，哇，还要一个，所以效益好低哦。阿红穿的好喜气，谢谢谢谢大家。我们再练另外一个好了，我们两个一起放。因为感觉只放一个那个太烂了啦，那效益完全是零欸，很烂欸，直接放一个这个。我被偷了100颗，真的假的？为什么？刚抽点卡马上跳分流，我刚才也是抽卡抽到一半就是
抽卡之前就直接跳分流了。猪八戒长得很像哈沙，有吗？猪八戒长得像哈沙，好像有一点点像。阿红穿的喜气，但抽的时候不喜气，因为我喜气都分给大家了吼，那么我都把好运分给大家了呢。午安，大家晚上好。没鸟了，我的奖赏还有留一点了。新年快乐，大家晚上好。好。可以做武装龙科吗？我听说现在有 bug。就是中国神他的武装龙科做不出来，没关系，之后他们应该会修正这个 bug。 好，好不多说，直接来吧。记得有人不带那个合体，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攻击最高的魔族是谁好了。合体大概平均落在4000多的攻击力，所以这样子等于是差了一倍。如果说带魔族的顶伤、顶攻的话，顶多也只能加成到3000，这是最极限了。如果是你是带八风王的话，所以我们应该要探讨的是，如果说。带了这个的话，我们还可以放什么？如果说我们再带木屋的话，它就可以把这个八风王的攻击力的效益提升到2倍，就等于是6000的攻击力。大家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如果说你是带合体的话，那它就会，它的攻击力就是合体日月狼大概5000左右。4000-5000吧，我记得是这样。如果说你是把它换成八风跟木屋的话，啊，其实那个效增伤幅度应该会是差不多的，只是这样子就等于是你扫掉2张光属性的成员的攻击力。我看一下哦，手，我仔细的来查一下那个攻击力哦。日月狼合体的满等攻击是5300，所以这样的效益应该是有超过的。好，之后呢再放下猪八戒，可这样放猪八戒就好像没有什么效益了，因为他要兽类才有5倍，除非他加到自己。对啊，除非他加到自己，不然真的没什么用。哎，不对。如果说他在这一队的话，就是3倍的增伤，其实也不错。可是好像要再多带一个兽才会比较好一点耶。好，我再仔细想想看，兽的攻击力有很高的吗？单张最高的攻击力是，哦，都好低哦，1000多而已。对啊，最高才1000多。如果说拼这个3倍的话，我不如再带9风嘞。大概就这样吧。神魔兽，好，就是这样啦。我就带9风的那个打来看好了。好，就是这样。你忘了悟空，为什么要带悟空？哦，又满了，分解一下，先雷卡分解掉。这个真的肥肥，真是雷卡。梅林也想分解掉，不过等一下好了。到底要分解谁啊？有时候分解也是蛮犹豫的一件事情而已，因为真的有些来太多了。我们已经第2张了，
好，按希腊好，也可以分解掉一个好了。好，就这样。何时有三十送三十？现在不是有吗？我看一下哦，现在厨子的这边应该有吧。商店魔法师商店，这现在有吧？现在没有吗？对啊，除三十送三十，应该已经有了啦。梦魇只是晚上吗？对，没错，只是今天晚上哦。想想八戒死前说的话，什么揍我吗之类的东西，是说不要再打了吗？还是什么？哟，六六六！接下来我们来实测唐三藏与他的两个徒弟猪八戒以及沙僧。好，那猪八戒跟沙僧，他是可以转成光属性的，所以放进三藏队里面好像没问题。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一队到底可不可以吧。那由于他们要放下这队，要放下四个种族的关系，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放下合体。主角这队组队的极限的那个伤害大概就是这种组法了吧。如果还有什么更好的组法，就是欢迎留言给我知道好不好。不过目前我就只能组出这样比较好一点而已。我们来试试测看看伤害，最主要这一队不吃合体的伤害，所以最主要伤害来源是开了木屋之后的伤害。回复力其实还 OK 啦，两组新珠就可以回来了，不错不错。好，奥丁梦魇好打吗？应该还不难吧。五颗星珠的回血量是10000左右，我感觉好像有点低啊，这个回血量是我的错觉吗？比一般的三藏还低吧。没有师徒二人还能怎么放三藏队，就是正常的三藏组法，你们可以去参考，应该有蛮多的影片已经有三藏的组法了，毕竟三藏也是出了一年的卡片啊。差点血转不过来，快要气死我了。好，接下来才是重点，开了木屋之后的伤害。抓宝新珠全部用掉，有点过分。来咯，到底适不适合放下这样子的组合配置呢？开了木屋就知道。看一下单张的伤害，单张200万，好烂啊！好扯哦，这伤害为了放下那几张，好像有点牺牲掉太多东西了，所以这队好像只是娱乐队吗？娱乐队的感觉，还拔两张光属性，感觉好像没有必要齁。好，接着试着来看看，就只是换一个围城而已。其实围城可以日月狼就可以解掉了、啊，所以感觉没有必要这样子放哎、欸。实测起来的感觉真的有够烂。哎呀，我没跌到，糟糕！娱乐百分百，我觉得也没有被娱乐到啊，有被娱乐到吗？完全没有被娱乐到哎、欸。现在回复力感觉超低的、欸，还是不要实测这一队好了。真的觉得有点烂哎，烂到一个有剩，我们不要实测这一队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组哎、欸，大家有更好的组法吗？我是想不出来啊，真的想不出来啊。他还有什么队伍技能是我没有发现的吗？没有啊，都只能转光属性啊，然后条件还是一定要三藏作为双队长，
才可以。感觉到纯光，对啊，阿斗是扶不起来的，很过分。这对真的娱乐队，对啊，直接三藏正常主法就不行啊。那你放了沙僧跟猪八戒就不能三藏的正常主法，因为他两个合体都不能带，除非可以带的就是光机偶的合体，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光机偶的合体好了。哇，至少幅度真伤没有那么高，但好像还可以。等一下，我来，我想想看一件事情哦，我想想看一件事情。自身攻击提升越高，最大两倍，那也才2400哎，2400的攻击力其实也还好。好像也不行。我原本想说塞下两张机械族呢，那样感觉会不会比较好？可是好像也不太 OK 耶，也没有说到很好。两张机械族，顶多就是2400的攻击力啊。2400的攻击力的话，我塞那个光机偶合体呢？我查一下光机偶合体它的那个三维是多少？这样是不是塞下光机偶合体还比较好啊？我现在唯一可以塞的就是光机偶合体了啦，其他的没什么效益啊。光机偶合体是3000多，好像可以试试看呢、欸。还是我塞个光机偶合体试试看好了。是我练光机偶合体吗？光人类没错。我看一下我有没有练啊。有哎、欸，有行，好、哦、可以塞塞看。机偶没升华，我们来升华一下就好了。哎、欸，对耶，好像真的可以试试看。好，我们来升华一下。有升华才有戒王，是不是？让我们来升华一下，我的灵魂应该也够吧？刚才分解一波。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升华一下，然后来试试看这一对。这对好像比较比刚刚可行一点，对不对？哎，我先把它锁定一下。好，来，哎，这个好像可以试试看哦。是唯一可以用的合体了。好，现在来跟大家聊天吧，在这个升华的过程中。哎、欸，高桥林，新年快乐，嗨嗨。死丁形状盾，好。哎、欸，光符石刚好可以。解耶，边看阿红的影片边看直播，谢谢你，谢谢你。不能放日月朗啦，他的技能是什么？六颗好，因为猪八戒就是兽类，不能放日月朗，然后沙僧又是魔族，所以也不能放元一金。那唯一可以放的光队合体也是只剩下机偶啦，没有别的啊，对不对？还有什么合体啊？光队就只有这三种合体啊，还有另外一个最烂的合体是什么？巨象合体，但那个应该没有人要放吧？巨象合体是最烂欸，用也不会用到巨象合体啊。这样放光机偶合体还比较好，可是光机偶合体的效益其实很低啊，它攻击力。它的三维是很低啊，攻击3000其实就跟刚刚那个，哪一个啊？就跟刚刚的八风王其实差不多啊，八风王也是3000攻击力，所以这样放合体好像也没有说真的要很好。
只是多了两张光属性的成员这样而已。哎，多了一张合体的光属性成员，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少人放光基偶的合体。哦，巨像是兽哦，对哦，我忘记了，巨像真的是没有用过。喜气阿红，新年快乐，好可爱，谢谢。不充巨像我都忘了，真的哎，真的是存在感最低。为什么一定要放合体？这个就是三藏他的组队特性啦。你可以去看我的介绍影片，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梅塔特龙，哎，对耶，不对，梅塔特龙不能放啊，因为他是神族，这样又吃一个种族，因为原本三藏就是神族啊。他是要一次消掉，是不是？一次消九颗，好，插剩一颗光珠。巨像合体攻击不高，对，有够累的。巨像合体比那个基友还低吧？路西法是完全不能放啦。哎，等等，路西法，上那个。我记得路西法好像没用哎，之前好像有影片，我想想看哦。放路西法会不会还比较好啊？我想想看。路西法，我记得好像不行哎、欸，因为他是不会吃到那个。我记得之前的分析影片好像有讲，他是不会吃到路西法他的吸收的那个伤害。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神秘的规定是这样。最多就是有人看到那个拿八风王当做队员，这已经很极限了。对，共鸣不行，我记得共鸣是完全他没有办法。这不是路西法不是种族重复的问题，而是他根本共鸣是没有东西的。他希望攻击力就不会共鸣下去了。对啊，我记得是这样没错，因为他就是出了三藏就是要克制路西法。记得之前的角色是这样，所以完全不行啊！现在唯一比较有可能就是光基偶合体了。光基偶合体的效益其实跟八风差不多哎、欸。那我其实有感觉可以考虑带个八风，把一张，然后把木屋换掉。木屋要换谁啊？换光的。光对。的缺点就是在他没有巫女啊，这个很可惜，这一点非常可惜。八凤凰会复刻吗？应该迟早会复刻吧？为什么这家伙打不死啊？应该是要在第一关开主动技能吧？他没有办法，他防御力好像对这队来讲太高了。三藏打得赢轮回吗？打得赢啊！不是四 combo 以下会无视防御力吗？还是哪边搞错了？我刚才没有仔细看他的技能，怎么办？这要打一滴打到民国几年啊？先把光珠全部留下来。他到底要几组光珠才打得死？嗯，都把我光珠天降掉了。试试看三组光珠打不打得死啊？三回合要。他技能是什么？哦。要四 combo 以上，好像要开技才能打得死、欸，而且要四 combo 以上。
还、啊、要等10回合开大炮哦。对吼，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可是我刚才开了，抱歉。这样为什么打不赢三组光珠了耶？刚刚太扯了啊！还要等十回合，太扯了。又在浪费时间了，可恶！对 ，NG 现在是 NG 的时段，等等，六抽古币还两黑金，有点不正常哎，有点太欧哦，欧气十足。这对没有倍率哦，所以还是要回血嘛，最主要是回血。高三还习惯了，对啊。二十抽顺利收工了，哇，恭喜恭喜！哎、欸，加七万，不行，差点又砍下去。我觉得这边是要绿光珠啊。还是下一关其实是先攻，总算过去了，原来是要这样打，真是的。哦，啊，减伤是不是？应该是要减伤啦，我觉得。哎、欸，果然，啊，我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搭机械组一开始就有杀真的攻击力，再等乐基应该就可以到4000攻击了吧？乐机械组我记得只有3000多哎、欸，我刚才算了一下。没有到4000那么多。机械组是一个解决的套路啦，不过机械组就要打两只嘞，现在只有一只机械组而已，是可以练啦。说不定是可以试试看的方向。对啊，他攻击只有2000多哎、欸，因为。你看一下机械组，它其实只有两倍。给你看一下这东西，它攻击只有1240。那如果说它已经叠到最满的话，那自身攻击是两倍的提升，也才到2400而已。2400不如带合体吧，我觉得这样攻击增伤比较高。刚刚其实有考虑过机械组了，但是实在是太不够啦。如果它的基础攻击是很高一点的话。其实那样子反而是可行的，可是现在就没办法了。还是我来看一下机械族谁最高。我记得暗属性的机械族是不是三位很高啊？哎，说明我搭个暗的好像有机会啊。暗的机械族的攻击真的很高哎、欸。如果不把那个。不把那个眼线、眼光放在全部都是光属性的身上的话，我记得机械组有一个很猛哎、欸，哦，等一下再来看那个攻击力好了。我们现在对不对？我记得暗属性的那个叫什么？暗属性那一只叫什么啊？莱昂内尔。莱昂内尔暗属性的那一只，我觉得攻击爆棚哎、欸，他追打伤害是很夸张哎，对不对？可机械组好像要两张，他才可以触发到那两倍的队伍效果，所以你另外一个一定要组机械。我记得是这样哎、欸，说不定这样的效益还比那个这队的还高。
不是米吉利啦，莱昂内尔啊。米吉利的机械组他们应该都一样吧，我来看看，光的丽莎是1000多的攻击力，米吉利是1300，好低哦。然后木属性的是1100，更低。火的1200差不多，水的也是1200，所以其实五属的机械组都差不多啊。什么技能啊？莱昂内尔1700，对啊，莱昂内尔，让我们来搭莱昂内尔好了，好不好？火的，哎，暗的是不是最高攻击力啊？暗的有1752，火的有16多，所以暗属性的是最高的。暗属性1752乘以二是多少？3500，哎，这样就超过九峰嘞，而且也超过基友合体，哎，而且他们还有附有追打，那其实这样搭好像才是效益最高的，哎，对不对？放一个暗的。好像可以耶，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放两张机械组好像还不错，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试两个，第一个是光机偶的合体，第二个是两个机械组，这样组起来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先把光珠留下来，等一下我要开爆发。对啊，都是，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升华一下。因为其实追打的那个感觉就已经超过那个增伤的意义了。嘿嘿嘿。我是觉得啊，放大大一金或双狼比较好，对啊，那是旧的组队方法，现在我们就是要一个新的思维嘛，对不对？就是新的组队方法，就是你当你有限制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突破这个限制就蛮重要的。哎，这更新，当你有更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向官方检举，这就蛮重要的。写投诉信，每次都爱更新。吃不到贝瑞有高伤吗？哦，对吼，没有，他把那个伤害分给光机友的追打，所以重点应该会放在光机友本身的追打身上。如果说是机械组的话，至少还有一个机械组是吃得到的啦，虽然是减低一半的效益。不过这总比哎，那这样放两个光机械组会不会效益还比较好啊？差了1000的攻击力机子，我觉得还是蛮多的耶。哎 ，Omex 了，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这什么衣服啊？过年专用的 skin 啊？是不是下面凉飕飕的？下面没有穿啊？大家想看吗？没有啦，有穿啦，有穿啦。为什么不放两张光机械？因为我只有练一张。如果说你们要放两张的话，我也是可以练的啦。放两张的追打是不是的效益是大过？我等一下再仔细看一下那他追打的那个叙述好了。中午就开车是不是可以啦？5颗刚好消刀，好。哎，还有奶茶。等等，15分要维修。哎，是特哥是不是？好像都说是维修，他有说维修什么东西吗？如果说是维修那个特哥的话，感觉有可能哦，说不定就是一堆人抽到特哥，所以他才要紧急维修，是不是？
那我们先来赶快来实测一下。真的15分要维修哦？这次的消息是正确的吗？那我们要赶快来录哎。真的假的？要维修哦？很扫兴哎。豆腐说的调金调低黑金，他有说要修到什么时候吗？因为我还蛮想要把东西实测完的。如果说真的是要维修的话，那就只能关台了，又没有通信可以打啦。关于官方直播有说到，他有说要为什么要维修吗？还是单纯只是他什么都没讲这样？2:30才开放，是不是？哇，那真的有点久哎。好，没有维修讯息 ，FB 8他都没看见。有人说那个官方直播说的，他们真的很临时哎。哎、欸，对好、哦、进轮回就可以继续播了，怎么没有想到呢？这么聪明，大家想要看哪一队打零那个轮回啊？轮回直接再撑一个小时哎、欸，对，哎、欸、是怎样？伤害很低呢。好了，我们现在赶时间，还卡光柱，真的不能。我没有什么石头了哎，这样吃下去心很痛。还没有光珠，太扯了吧。剩下2分钟哎，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打个轮回好了，快气死了。大家想看哪一队啊？我们赶快组一组，赶快进去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之前没过过的，我自己还蛮想用那个啦，三藏，不对不对，我自己还蛮想要用那个亚瑟打打看说。他维修也不给打，他应该会给打，但是他就是不给那个。等一下哦，我先煮一下。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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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怎么找不到啊？那三国二的大奖，对，在哪？三国二，越是慌张，心要越静。点错了。你错了，气死我！人类攻击一变成零，就是你了。OK， 然后再放一页书，一页书，然后之后再放个几技能的，差不多了。一、二、三、四，还要放一个几技能的，我放个战场好了。哎，这个有几技能吗？这有几技能吗？15了，哎，对，也15了，怎么办？他们不会那么准时的啦，相信我。有没有可以回血的家伙啊？哎、欸，哎、欸，可以，现在可以，现在也没有，哼哼，我是最强的，
就这样啦。好，亚瑟 ，Go Go Go！ 可以，哎、欸，他们还没修啊。行，21000的血量哦，这对666，亚瑟打打看，这至少再战一年啊，这个轮回。时间精算师，精算师是我。大家千万不要看这个伤害低得很可怜，但是这对是有点魔对的性质啦，主要是要看那个共鸣的起来。我们的新的大奖，三国二的大奖，起，只要他能够起来的话，就应该伤害会比较稳定一点。哦，强化盾牌怎么办？该不会这边就要被送出去了吧？我的天啊，很烫啊，大哥！没有强化猪的天将，要被打了，打一万四好痛哦！维修了，我挑战一层了。说好的亚瑟通关呢？忘记做强化猪了啦！超猛，亚瑟超猛，尴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直播就只能开到这啦，2点多，大家对去吃个饭休息一下。等一下，我的第二频道会上传那个实战影片啊，更多的实战影片。我觉得他们这次 bug 应该是修那个武装龙科的部分，跟可能卡池里面会抽到特哥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等一下看有没有修正那个武装龙科。如果说有修正的话，我在我的第二频道会上传那个实战的影片，所以大家等一下再去我的第二频道看一下。那我们今天晚上10点的时候会开奥丁的梦魇集跟地狱集，还有反正就是地狱集直播。那大家可以把时间空出来一起来看个直播。今天是围炉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边吃东西边看一下直播。那今天大概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直播中所有的通关影片的话，可以到我的第二频道去看，我们第二频道会上传今天的抽卡影片，今天的新的天竺的角色实战影片。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第二频道看。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收到第一手的第二频道的消息的话，可以按下订阅按钮以及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小铃铛的话就可以收到第一手的消息咯。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直播的通知以及我的这个频道的新影片消息，就可以按这个频道的订阅跟小铃铛。谢谢大家，那今天辛苦大家，祝大家都可以抽到自己想要抽的黑金卡。那也给感谢辛苦的管理员，以及现在管理员到底剩谁啊？好了，也是谢谢大家，对大家就是加一跟爱心刷起来，祝大家都能够抽到自己想要的黑金卡片。那现在在维修，大家可能等一下2点半的时候再登录游戏抽一下卡片。好，哎，感谢叶罗，叶罗好像在，给他一个爱心好了。好啦，那今天直播在这边告一段落咯，那晚上再开咯，大家，我们等一下见吧，拜拜。